對心係新嘅，生命後來咧就會做多啲推廣教育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喺香港係有機會。都可以選擇屋企人，其中一個就是接生要起碼6個 BB， 但係佢唔需要陪一個人過生。個願望是我哋在座呢度咁多個人咧，都唔怕講死，但係就唔好隨時講。譬如我哋認識多啲啦，可能去聽多啲類似嘅講座啊，或者揾多啲相關嘅資料睇下外國究竟係點。呢都唔係代表喺屋企死一定好過喺醫院，而係要見到兩者之間哪一個是適合自己，因為他們是會有他們的優點和缺點的。